新疆炒米粉来了，我这一大碗就是一份的量。这个是中辣，四个辣度。这个新疆炒米粉真的非常非常好吃。姐妹们，如果嫌煮干米粉比较费劲啊，就是提前一晚上用凉水把米粉泡好，第二天起来煮一下炒就可以了。可以放自己喜欢吃配菜，金针菇呀、包菜呀、火腿呀、牛肉啊都是可以。料汁在上面挂着，好香。我一般最多只能吃中辣和爆辣的辣度，魔鬼辣我没敢吃。这技术越来越好了。拜拜。吃饭，今天吃无骨鸡爪、泡椒肥肠，还有虎皮辣椒。
锅水。这个乌鸡爪每一个都是大骨头，去骨留筋，带整中薄，一桶是2斤啊，三个口味儿，我比较喜欢吃重辣的，吃起来比较过瘾。吃起来太安逸了。每个至少都是一拼两半。
嗯。